天我走走，想让怎么知道？别走了！你，加油！不要再做，小心鸭子把马蹄搞你！不，玩不起是吧？这发家军做的太敷衍了，怪我吗？你怎么看着你，这是金家岭的萝卜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每年这个季节就是吃萝卜的时候。那为什么金家岭的萝卜就不一样呢？因为这里的土壤是无沙的，土质非常的松软，一到下雨这个萝卜就能充分的吸收水分，然后长出来的萝卜都是这种皮薄肉厚水分很足的。大家看，直接就可以吃。我这个鸡萝卜也是当地萝卜做的哦。一年也就睡几个月，能吃到口感最好的萝卜。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哦。看到什么什么？闭嘴！只要套路玩得好，好吃的少不了。闭嘴吧！不能别的小将，哼，这家不错，这么厉害，没得选了咯。耶耶耶，吃个蒜而已，看把你们嘚瑟的。嗯啊，嗯，哎。